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大家有没有复习前面学过的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问路，请看一段视频。Hola, dono. ¿Qué estás la palco? Bien, tía. ¿Qué estás la barco? 花园在哪里？Bien, tía. 在那儿。我们之前也讲过关于 guía 的一个用法。Kie vi lernas Esperanton? 你在哪里学世界语？因此，我们知道 Kie 表示哪里。那么 ，Kie estas 就是询问地点。再举个例子 ，Kie estas la necesejo? 洗手间在哪里？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使用一个用来引起注意的副词 ，yen。这个词在我们讲话和写作中常常用到，比如说 ，in mia foto， 看，这是我的照片，或者 in li estas， 瞧，他在那儿。我们再来复习一遍 ，kie estas la barco， in tie。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下节课再见。